台语读作搞，搞读作后，叫后有余。辩论会谈政见，被网友笑称怎么乱入说文解字。新北市长选举第一场辩论，选前十二天终于登场，没有交叉诘问，双方依然火力交锋。有些牙齿还没有要全部换整口假牙，就把它换掉，拔了智牙，换了假牙。土佛宝剑盖后，但是若无吹气也是要抹伫底啦。是要抹你目睭啊，抹目眉啊！抽签先发言的侯友宜好几度开了战场，却被苏贞昌破解。不合法新设声明许可的承诺书，我签了没？老县长不表态。诸侯团队在今年的一月才发林口电厂的声明许可，那现在说缓申奥。现场下战帖，却被当场打脸，两套标准。侯友宜怎么打？苏贞昌怎么接？双北的合作，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态度的问题。合宜住宅 A 七，家庭废水通通污染新庄的水源地，两年了，怎么不跑一跑呢？侯市长家里出租的大群馆。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带着副局长去亲自跑。拿官说案，大酸侯友宜只有牵涉个人财产，才有县市合作，连夫人也变攻防议题。我一个警戒，承担我高风险的行业，你怎么可以用这个方式呢？这样对我们的警戒公平吗？不代表全部的警戒，全部的警戒没有这么有钱，也没有房子在出租。苏文昌抓紧机会，让侯友宜执政优势快要主场变客场，一个半小时分出高下。三立新闻陈俊、张慧琴、张慧琴小组新北市报道。